请教巩俐我吗？很高兴。由李安担任第55届金马执委会主席，请到的评审阵容当然也是重量级。12号举办的评审团记者会，究竟李安是如何说动巩俐回归金马，大家都超好奇。当初他们开一个很长一个预想名单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巩俐名字，哎，这个好。巩俐如果不来的话，我们再往下想，就是他一口就答应了，所以我们也未免太顺利了一点。我没有给别人机会，因为拍戏的关系，可能不让我来了，就说你去不了。说我们认识李安导演，我们会给李安导演打电话。我说你给谁打电话也没有用，我一定要去。但这段一定要去的说辞，接下来被记者问到这题，他也是有点尴尬。相信您来参加金马奖之后，对于金马奖的工整及专业性有些维持，不然会在接下这个评审团主席，心境上有些转折。这个问题呢，我觉得如果我们私下有机会的话，你采访我的时候，我慢慢跟你聊。你怎么看待当初自己讲那一番话？那就麻烦你另外约时间了。是，还是另外约时间，我们聊，好好聊好了，因为很长。虽然避谈这个话题，不过这次的金马亮点还有巩俐跟张艺谋多年后的首次同框，会不会对张导的作品特别关注？他也表示，又是个人问题是吗？刚才我已经讲了，这是一个责任，我们不能混淆在一起。有我巩俐在这里，我的这个平台就是一个公正的平台。八卦的问题巩俐不爱回答，但最后说到美食倒是很热情啊。看片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很贴心的给我们买了干季火锅，谢谢巩俐。还有啊，我们也吃了那个鸭舌头。聊吃的才开心啦。